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台南演出，台南市社会局长曹爱兰以及台南市安溪里长陈雅慧也都到场观看。他们向我们的记者表示，神韵天籁般的音乐，流畅精准的舞蹈，看过此生已满足。我觉得能够欣赏神韵，真的是一种非常大的享受。那我在看里头，我最感动的大概有两个那个 section 哈，一个就是那个四川的那个羌族的舞蹈，非常非常的流畅，从头到尾好像一篇诗篇一样，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哈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在后面的那个卡达献给神佛的那一段，我觉得也是真的是神来之笔，整个的动作跟音乐跟节奏都非常非常的美丽。他说，神韵晚会的音乐就像天籁般美妙，还没看过神韵的人可千万得把握机会。音乐跟动作是融合在一起的，所以它像是天籁。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。如果还没有看的人，动作要快，因为听说票都已经卖完了。神韵舞蹈演员的高超技巧也让台南市安溪里里长陈雅慧大开眼界。一举手一投足可以看得到那个动作在一瞬间完成，不管多难的动作，我都觉得他们一下子就是可以把一个动作做得很整齐，即使是那么多人在跳，可以感觉到好像是一个人的动作而已。我觉得实在是非常了不起。看过神韵，陈雅慧直说此生已经满足。今天看了以后，我觉得真的人生已经非常满足。真的哦，我觉得实在是很震撼啊，真的看这一场是值回票价，而且觉得非常满足，人生我觉得应该至少要看一次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陈其文、郑云仙，台湾台南采访报道。